你可是还有啥话要说？宝来，我做鬼之后。 第一个就来找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个立马就死的人，说话还这么张狂的，我就先送你去见鬼去。准备，等等，等等。 醒了，人醒过来就没有问题了。我先来开个方子，再配上冬阿阿胶，好好调养。他失血过多，需要补养身体啊。老大夫，我的孩子呢？ 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！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老天爷这样惩罚我们，老天爷！大嫂，大嫂，你生了老爷，生了无比，现在又把无比唯一的骨肉，大嫂，给烧了！你再也不养我们活了吗？ 知道如今他怀的是谁的骨血，咱们还不知道呢。大嫂，大嫂，先别忙着哭，后边的事儿还没完呢。二哥，老四，你看那毒杀亲夫的淫妇周莹，该如何处置啊？真是他害死了吴平啊！证据确凿，不是他，还能是谁啊？女儿。 赶紧报官，追杀凶手！别贼喊捉贼了，你就是凶手！你为了跟王世军在一起，下毒害死了吴平！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杀了吴平，
证据呢？我有证据。那天，少爷从树上摔下来后，我们把他抬到了外面院子里，然后少奶奶她去屋里面拿了一些药水，给少爷灌下了。少爷喝完之后就断气了。你给吴平灌了什么？娘，那是救命的药水。救命的？是梁大夫给的，还是董太医给的？那药水是那传教士给的。你说的是那个洋人吗？是。你居然给吴平灌了那个洋人用婴孩尸体炼的药水？原来你和王世军早就勾搭成奸，然后谋杀亲夫，用那洋人给的药水害死了吴平。娘，那药水是约瑟夫从西洋带来的，之前吴平昏迷就曾用那药水唤醒，十分灵验，绝对没有毒性。胡说！洋人的东西全都有毒。娘，二叔，那药水之前救过吴平。二爷、三爷、四爷，王世军醒了。好，太好了。二叔，我要见王世军。也好，当面对质，一清二楚。王世军，这砚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世军，这方砚台是不是你偷去当的？这是一堂大印，是不是你偷了交给赵莹的？说。看看看，我说对了吧？王世军，你是不是脑子还没清醒啊？王世军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早就跟赵莹勾搭成奸了？是。你看看，你看，你可知道你说了些什么？你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起来说话！你为什么？你说话，不要走！你别走！你跟我说清楚！你给我说清楚！大家都听到，铁证如山。周莹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们对王世军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们杜爷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么做，你的心为什么这么狠呀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！你是你的娘！娘，你怎么那么糊涂？你不要叫我娘，我不是你娘！娘，你怎么那么糊涂？明摆着，他们就是为了夺走杜爷的财产，陷害我，害了我孩子。我若被他们害死，你也不会好过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骗我了。还我的儿子，你还我的儿子。大嫂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松你的手。来人呐，快把这个淫妇给我拖出去。谁敢碰上奶奶？谁敢碰上奶奶？走开，放了你了。夫人，春秋奶奶性命保证，少奶奶和王世军绝对没有半点私情。这个下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再说话？来人，快点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拖出去！掌嘴，掌嘴，掌嘴！你是冤枉的，杀了吴平，杀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
现在又要来杀我，我就算变成鬼，我要回来报仇。事到如今，也顾不了什么家丑不外扬了，保官吧！别保官了，对待这种毒死亲夫的淫妇，直接斩草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刚才听见南院的夫人在里边喊，要把赵云直接沉塘。这个淫妇口舌十分了得，报了官，说不定还从轻发落，不如直接沉塘。啊，大嫂，你看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命顶一命。哎，老四，你也这个意思？哎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别说害死了吴聘，就光通奸一项就该沉塘。那就直接沉塘。二哥，开沉塘吧。开吧。将周颖、王世军押上来。吴家第五代孙媳周氏，出身寒微，本性粗鄙。经查实，周氏与奸夫王世军为达到长期媾和的目的，竟致毒杀亲夫吴聘，丧心病狂，罪不容诛。吴家列祖列宗在上，为清明家风，告慰冤灵，现将淫妇周氏沉塘正法，将奸夫王世军逐出陕西，永不回还。嫂子吧，怎么了？爹他们要把他沉塘，说他下毒害死龙平哥哥。带我去。都是装的嘛！大哥，姨妹妹，
什么都别说了。有人一心要我死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行了，吴泽，这没你的事儿，带着妹妹走吧。陈涛，住手！嫂子，不行，住手！回来，吴泽。孽灾终于消除了，快快快快快快来扶走啊！吴斌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吴斌，大侄子，你睁开眼，看一看，听一听，你的仇。你二叔、三叔、四叔，你三婶儿，给你报了。大侄子、三叔心疼。